这工作还顺心吗？还可以吧。嗯，我现在在一家药店上班，在一家药店上班。对，你是做销售员，但是销售不是太理想。嗯，可能也是因为与我这个个人形象什么的都有关系吧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形象很适合呀，很忠实啊，是吧？而且非常诚恳啊。但是现在就是年轻。 人消费的群体就是他消费比较高一些，来个美女买款减肥药。嗯，我就拿出来了之后，把这个款产品的各种优点。你卖减肥药，那是没人买。<笑>确实是。你别卖减肥药，你卖别的呀。别的药还可以吧，就是说经常能遭到拒绝。嗯，栾超，平时接老婆上下班吗？ 接，你拿什么接最关键？家有台夏利，夏利，我让他给我压碎了。刚买那辆是减震没换过，嗯，完了等我俩处对象的时候，基本上一年得换一趟减震。车的质量不行，老是给我压的。换辆皮卡，我也有这种想法。